市长，这样子照这样的下雨量，明天有没有可能再放台风假？我们今天还是会再做一个想讨论，因为北北基桃是一个共同生活圈，那我们会做充分的讨论以后，我们按照气象署以及我们气象团队的整个研判以后，再来跟市民朋友来做报告。不过现在对东北角地区来说，雨量算是非常非常的大啊，包括双溪也好，我们都全力的在防堵，因为连续几天的主石楼这个崩落，那土石楼有很多的黄色警戒区已经陆陆续在发布当中，新北市已经在对土石楼前四溪黄色警戒的市民朋友已经采取预防性的撤离，现在都在撤离当中。像刚刚光复里瑞芳区的地方，已经接到指令以后，我们马上快速的预防性的撤离，已经在撤离当中。所以我们目前大概已经撤离了539人，那陆续还在撤离当中，所以我们全力的来保障我们人民的生命。